好，徒步也偷偷跑到这边来，来偷你一个小小的建筑物。好，走人走人，杀不动我。好，看经济方面的话，屠夫是存了2800，啊，这边是 Marine 1700，又尾存了1700，然后其他人都不过千，除了 Vegas 存了1000多。Vegas 下一步出什么呢？出个吸血，哦，他是要出强袭。难道那时候没有吸瓦，所以不用担心他出吸瓦？啊，又给是要出散尸的，还是要出双刀呢？买了一个新的配方，但是没有买新的球。开两路高地在48的年代还是可以扛的，因为这个时候开两路高地时间已经很晚了，67分钟。你现在57里面开两路高地可能只有30分钟、35分钟。你35分钟装备扛两路高地，跟67分钟扛两路高地，这个难度肯定不一样。又给散尸好了。终于有收割能力，但是呢一直很被动。哎呦，听到 SF 出人的声音了。好， TS 遇到了，对，一个 T 踢住他，再 A 一下。这个 C 全吃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不要盲目跳一跳，就可能很多人在等你呢。开了这个爆，还在勾引，跳走了一个，跳过来戳起 A 一下， A 一就到得上了。黑皇开了，跳走，有 TP 没？没有 TP 啊，这个大开的很及时啊，就等你跳我再开，你不跳之前我不开。哎，这个 T 它没有降临到这个上面，有给操作的问题，还是磨免了不能降临，不至于吧？好，这边也是带了一波高地兵上去，被告诉一个人在这边带线啊，果然是要出强袭带振奋。追过来，哎，这个单杀绝对是小 case 啊，带着这么多人来杀你一个，大波推过来，抽蓝操作一下。一个大砸下来，哇，康莫接得很漂亮，避过去，我们看又吹起，好，琳娜也是赶快走了，看得不太对劲啊，下来走了，好，两下，哎，没有把这个棍子拆掉，又是一个爆，屠夫冲过来了，啊，这个琳娜已经被人偷偷杀掉了，这一勾，哦哟，漂亮啊，杀的这个果然神勾无数啊，又是三下倒了，幽鬼过来。第一火来拉一些兵，我们看金月这边也要找个机会来推掉上路才可以啊，因为幽鬼这个点还是挺有问题的，可以幽鬼推线 SF 清兵，就是幽鬼来拆你家 SF 守家。好，这边上路带兵了，两个斧子了啊，一个新一个斧子，4100的血量，这真的是血牛啊。啊，我是血牛啊，大家知道。好，我们看这边烧，我四个人过来，全来向我开炮，为了胜利向我开炮。SO 这个大也是放了，但是你没放到最该放的人，你放到了屠夫啊。TS 竟然这个可以随便爆了，因为你没有输出来打我了。好，一个爆了，这边又是幽鬼，Warlock， 幽鬼现在是满血。啊，刚才是因为。这几个啊，有一个 Lina 不在，刚才这波屠夫也是真的能扛伤害，屠夫加贴子两个就把别人搅天翻地覆了。哦，这边是过来直接一个技甩死啊，非常，这是飞过两个人直接的 boss 过来，直接把他偷死。没搞一个人过来又一个大波推死了他，啊，推死这个 SF 啊，人大这边又吹起了一个，啊，没搞赶快走，女王那时候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啊，你拿他都没门。原地踢一个，但没踢到人。你说这个别人在你面前你都踢不到，你说你能干什么呀？格德曼瑞神，啊，你这个简直是，啊，是不是用惯锤子？锤子点人这个不会走是吧？那踢点人，用惯先手晕，你这后手晕用的实在是不敢恭维啊！哎呀，这是我见过最屎的林顿的踢啊！一个人追着你，哎，你踢不到他。这个真的要开个记者这个新闻发布会啊，谈谈你当时这个 admiration 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在 MM7 对这个 EMD 这场比赛，你是为什么连追你的这个幽鬼你都踢不住他呢？啊，是不是你当时手抖了一下？这边风杖也用了4次了，好了吗？41-40，直到这个时候比分还这么接近，而且两个高地就是打不下来啊，对方也挺急的。SF 这边是要出黑皇了吗？
但是 SM 那个大干房太失败了，只打着屠夫一下。这边 Vegas 强击可能还在酝酿，两千五血，两千四的蓝，二十五级的 QOP 啊，这攻速啊还是伤害都是很一流的。这边也是散失用了一次，两千七血量，一颗心在身上啊，出了假腿主要加攻速啊，不是用来加什么这个属性啊，那时候假腿是不能加你的十点力量或者十点敏捷或者十点智力的。这边来就是这边打钱吧，还有天方远 SK 这样一个免费狂战的三技能。好，林娜 TS 两个人爆发力应该不足以杀别人吧，林娜还可以， TS 没跟上你才行，但在别人基地追着别人跑是不现实的啊。这边威告应该是为了打最后一个装备的钱，这个没上去。我们注意一下幽鬼的力量上真的还算可以了，不算差了，跟敏捷只差了八点。好，这边中路有谁在猫着，是 THD 有把羊刀，也是关键人物，不能死的，有你这把羊刀才可以。哎，这边要偷肉山，第二级的肉山啊，两个人外勾引一下，这样三个人过来偷这个野外。哦， SK 合了一个心， SK 为什么出把狂战斧呢？是因为那个年代。哦，这边啃住了，这个啃肉山呢，我的天哪，这个不是吓我的吗？嗯，作为一个 OB 最怕的就是听到 fresh meat， 但你发现你找不到屠夫。这边上路也是啊，就是打单马慧眼啊，帮助队友把肉山拿了。这边还在追出来，没有小人说过来拆眼睛，还不走，你这个大部队已经暴露的不在旁边。 SK 这边偷着避过来，有没有？好，另外一个人这次不踢住两个人啊，这个地也是烧了不少血，我们看。哦哟，一丝血跳的，如果一个大，这个应该死定了，雷娜肯定是死了。这边屠夫过来被吹起，这边是幽鬼在单杀 THD， 这边啃住了 SF， 避过来来帮助一下他。 THD 应该是倒了吧，吹一下，这边大波推过来 ，SK 一个大甩了。